因为讲你们就是得奖了哈，不过我也摆是安永兴看，就讲哈，哎对，客家的音哦，创作的音哈，还是希望做的做的客家多的音哈，感染哈，因为哎对，行业哎对文化，按有客家的特色，希望呢哎对会后生人哦，多多感染，也我也当分是也摆的你们站。有一半是后生人，不是我想，我相信也对，也对，哎呀，这个规，规则的客家音乐应该会有青苔的一种影响力了哈。加很美，真紧，有得到平生的亲密的一种天地，我想我保持的是一种平常心嘛。